我这个等于说是缩两倍就对了。那这速度的话等于一拍等于一百拍了，但是呢两倍以后就你如果看谱里面下来的谱是一定是咪发嗦嗦，对不对？就是它的一拍等于两拍就对了。我把它两拍缩成一拍的。我这样写的话，就是这样谱很干净嘛。对，咪发嗦嗦，拉西哆哆，咪发嗦嗦嗦哆，拉嗦发发，咪嗦哆咪瑞发西哆。那同样的，哆瑞哆西哆啦啦，哆瑞哆西哆啦，瑞瑞咪瑞，哆瑞西西西西哆瑞哆西啦嗦发咪瑞。所以说这首歌这样，这是 A 段 A 段 B 段 A 段，对不对？这样就非常清楚很简单。对，然后和弦进行的话呢，我就直接写，那你不要再那个，不然花太多时间。像这首歌还蛮规，就是和弦进行还蛮规律的，所以比较好记。那另外一首歌就是，比方嗦咪瑞哆西哆啦，不是，咪咪咪咪咪咪咪嗦哆瑞咪，对，那个就比较不规则，那就是，但是只有三个和弦，比这个还简，但是呢反而不规则，不规则的时候有时候你要靠听力，要不然就看谱，这样。我们先介绍这个。是哪里？西上面那个。这个。咪咪嗦哆咪瑞嗦瑞发。咪嗦哆咪瑞发西哆，低的低呢？咪嗦哆咪瑞发西哆。不是对了，西。是西周还是西周？西周。我们介绍一下接力巴的歌曲，就这样子。那这个蹦恰蹦恰蹦恰，同学上个礼拜有介绍过了。那这个这边走 walking， 这边走 walking。拍子好像同学有点，接力巴上礼拜教过了，对。Thank you.
那等一下同学上来啊，你们只要会打这个拍子就好，就是它是规则的嘛，咚咚啊，如果你和弦可能记不下，就比个一这样的一嘛，你比试一试一试就滴答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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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答答滴答答滴咚，这样子蹦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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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哒啦啦哒，哒啦啦哒，哒啦啦哒啦哒啦啦哒，滴啦哒滴哒啦滴哒，滴啦啦哒，哒啦啦哒，哒啦啦哒啦啦哒啦啦哒，滴啦哒滴哒啦滴哒。那副歌是吧？咚，巴啦巴巴巴巴。那这边就走 walking 了啊、嗯哦、就是这里可以练一下，这它蛮规则的，那你打这个 swing 的时候就打一四七，一四七能够打得出来的话，大概自己回家挑战一下子嘛。一四七呢，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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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拍子啊，这个这种差不多是100-200拍左右，200拍左右的时候，你不能再打那个，就是嘣啊。我上礼拜有没有讲过，就是这种拍子只能用在慢的上面，那像这种200拍的这种你就必须要用这个，你不能再用就来不及。那我举个例子啊，像你要打这种拍子，因为很多同学就是想要这个用，其实一用就拍拍子对不上去，他的拍子慢的才注意啊， walking 的时候慢的时候是才用这个，比如说像这个这种慢的，walking the rain, getting soaked away, torturing my heart by trying to forget. Just walking the rain, so long and blue.Because my heart still remember you. People come to window, they always stare at me, shed their pain, sorrow. Said who can ever be just walking the rain.Thinking how we met, knowing things have changed, somehow I can't forget.
ball I can't forget。这个就可以，就叫 slow rock 的，慢的就要 walking 才用这个。你弹那个 jelly bar 那种就不能用这种，不能用这个。这观念要澄清一下，否则你们每次一弹啊，比如说你们弹那个上次那个以前教那个国语歌叫什么，也是将近200的，以前教过那两个字的叫什么？晚钟。四个字。南屏晚钟就不能用这个牌子，你南屏晚钟就不能。就不能用这个，南屏晚钟是属于中吧，150拍左右，所以不能用，你还是要用 walking 的贝，要 walking 贝，就 walking 贝是有两种，大家都常常混在一起，一种是慢的，就刚刚我总共一个快一个慢，南屏晚钟是要用快的，快的那 walking， 快的 walking 你就必须要弹那个147，你不能在那咚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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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不行，这样懂吗？好吧，那现在该你们来弹一下。